走走走，消费啊，消费，去码头消费。浦西古城，现在这边也正在慢慢开发了，这也是一个古迹啊，以前打倭寇的。很好的。大学校，我进去看过。里面几百年的建筑特别多。快到码头了啊！这边房地产开发什么都很好。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温家码头。这边是轮渡码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你们去旅游的对面那个是湄洲岛，然后就得从这边坐船去对面。我们这边就是有跑外海的拖网船嘛，这种都是，你看那个船，一条都是五六百万、七八百万的，很贵的。我朋友家有两条这种的，有两条都是在他们村属于那种比较大型的拖网船。有机会我带大家去船上参观一下，去看一下啊。当然我也想有机会可以去跟船，去到外海，然后去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型渔船是怎么作业的哦。走去买海鲜，走。来我朋友这边，我朋友是开海鲜店的哦，来这边转一转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它里面冻库很大，然后先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，一会儿再去冻库。然后一会儿就冰住了。一会儿就冰住了。这个是红花蟹，然后蓝花蟹，这下面小的，还有一条仰泳的大兽蟹，差不多快挂了。啊，有一条包公，还有一条包公。下面石头蟹，啊，那种啊，啊，来，大手笔，来，弄啊，这个大家都觉得，这是应该是专业刀具呀。最近可能那个啥，最近大家可能有点价格有点上涨，然后买的人比较少。最近我看他们吃鸡还要出现的比较少，价格有点上涨。这个我在我们这边已经30-40块，椰子螺。红斑苗。叔叔。红斑苗。这个我想知道。这个上面是什么？这个不好吃，因为它吃起来就跟轮胎一样，我就不买了。咱们买点别的，我看有没有虾买一点。这是一只国产面包蟹，不是进口的。哇，这个石头蟹不错，挺大的。这个一斤，我们现在这边的价格哦，像这么大的一斤可能要20，然后其他的可能十几块，像那种小的就十几块钱，这种对头的10块钱。我们这边也是有便宜的海鲜，不是说都是很贵的，贵的是那些比较高端的品种，像这个红斑啊、鲈鱼啊，然后黄刺这些比较高端一些的，那其他的还是很便宜的。哇，好啊，粮食收的。哦，很爽。哇，冒烟了。这阵包，看到我。虾的品种特别多。爸爸，你不冷吗？还有红虾。爸爸，你不冷吗？冷啊，爸爸现在都很冷。哇。九节，这个里面有九节红虾，都有。这个是红虾，樱花虾都有。这阵的阿林，啊，这阵，这阵不能跟那个地方相去比，这阵的谁比？这阵的谁比？这阵的谁比？哦，这阵的谁比？这里把两号呢？白丁，这白丁虾。这阵的谁比？上面好像有很多网友让我帮忙买这个虾。我又不赚钱，我帮你们买。阿哥，你看，毛大伯，他跟家公这挣多少吧？经过我多年的砍价功夫啊，硬是砍成了13块钱。你要挑好的，黑总，我跟你讲，13块钱，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值不值哦。那我靠，我这张脸可以挑的哈、哦。六斤七太少了，不够吃啊，人多啊，那小黑再抓一点。走了，不用给钱的啊、哦，刷脸的，不用给钱的。这什么品种都有，好多。这是黑总挑的螃蟹。我挑的。黑总正在洗螃蟹，小心你的手。哎呀，我老爸了。为了繁殖，他们那个在锅里斗啊。我这个皮筋就不结了，这样比较好看，不然等会下去的时候，他们打架。放点酱，放点水。直接干下去。好，收工。我爸刚才骂我，说自己家里亲戚这么多，要去买这个。
吃东西。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这一盆花多少钱？90块钱不到，89.09元。那这个其实这个个头也还行啊。那个更大。这个比较瘦一点。这个就是这个是三眼蟹，它上面有三个眼，这个是三眼蟹啊。然后这种是普通的石头蟹。如果说你们不会挑的话啊，还有一种挑法，挑肥的怎么挑啊？就煮完了，你哪个去掂量掂量，哪个重的哪个就是肥的。你开玩笑，你煮完了还去掂量？当然这个是我是不太建议啊，因为这个吃法有点猥琐，不是很道德。像这只就比较肥一点，我们黑豆是个人才，天天砍的。我为了让它保存完全的，留存丝吗？对啊，活的。活的螃蟹一热的话，你就是再绑也是一样的，都是这样。妈妈，我好像第一次吃海鲜一样。书包开一下。哇，肥，来这个给你。我多大脚给你吃啊？啊。很肥啊，这个近海的石头蟹啊，它的壳是软的，不会像那个远海的拖网船那些，那个壳是很硬的，咬下去哇，那个硬邦邦的，肉质也是近海的。硬邦邦的，牙齿都磕掉。你牙齿都是磕掉。是摔掉的。落天。但跟青蟹比起来还是有点差的，比青蟹好吃一点。石头蟹有差的，谢谢。1斤13块，我们莆田不是所有海鲜都很贵哦，也有便宜的海鲜。好比说这个石头蟹。然后还有更便宜的，像他们拖网窗，我到时候看吧。我这段时间肯定是没有办法，这段时间因为风特别大，然后那个渔船也没有办法出来。妈妈，这爸爸给钓。钓很当然给阿妈钓，我就别盖钓。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渔船上拖网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海鲜啊、哦？还有1斤1-2块钱的，到时候给你们看啊。哎呀，这个买到哎，为什么去买这个？买这个吃，这个便宜，青蟹贵，青蟹都卖人了，那就买这个。人家人几十块，那个青蟹一直都买不到，大的一直都买不到。这个，对吧？买这个螃蟹可以很多啊，全家人吃啊。我在里面烧的好。三爷先不吃吗？三爷再给你吃吗？你要不要？嗯，我要。你去打他，我帮你打开飞机，你去打黑子。哥，这不好吃。哥，二姐姐，这也不好吃。那也就不好吃。而且我在妈妈这里吃过。你吃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些现在的小孩子啊、哦，嘴巴太刁了。说实话，现在我们家孩子淡水鱼不吃，基本上不吃。然后这海鲜，他就吃海鲜，养殖的海鲜他也很少吃，因为我们家也很少说自己养殖的。打黑种吧。家里穷没办法，没有人吃得起海鲜。小心被打，知道吗？实在吃不动，一大堆跟小山似的，几个孩子都吃饱。小孩，你的战斗力也不行，就那一点点。小杨，我这一大堆啊。其实锅里面还有几只蟹吗？锅里面可能还有10来只啊。有吧，应该有10多只。太多了，90块钱，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的，可以啊。可以，你要换成那个青蟹的话，一人一只。但独乐乐不如独乐乐啊。那今天视频就先这样，哥们，咱们下回继续啊，拜拜。